我说你不是过两天才来吗？怎么今天就来了？我过来办的事儿提前了，最主要的就是，这不是想早点过来看看你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你想带我去哪儿？塞纳马伊城河你有去过吗？还没去过。我订了一艘船，晚上咱们两个去那吃饭好吗？晚上去那吃饭？不行啊。没有，只是我想和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听你的。你不想跟我去城市吃饭，就是为了来这里？来这里呢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老师给我布置了作业，让我来这里呢欣赏美景。你们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？谁啊？安德烈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学校恐怕只有安德烈能给你们出这么有深意的选题了。爸，先报警吧。大妹，ils sont là, ils sont là。别走！又来头了。我去帮他。对不起啊，害你住进医院。不过谢谢你救了我们两个。大柱，我救的可不是你们两个，我救的就是你自己。我看你伤的还挺严重的，脸这边也受伤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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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毁容了？不至于毁容，医生说了，只是皮外伤，皮外伤而已。只不过右手伤的比较严重，你一定要自己小心啊。小伤。你的脸没事吧？女孩子的脸颊可不能留下伤疤呀。这只是小伤，没关系的。真的是，你要是毁容了，就只能靠才华吃饭了。我说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警察抓到人了吗？怎么说的？没有，等他们到现场的时候，人都已经没有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贝蒂家抓人啊。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是啊，林轩也是这样说的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呀？好好好，病人，你最大。嗯。你昨天吓坏了吧？还好我昨天和明轩在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他的名字啊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小姐，嗯，我需要的是你的道歉吗？那是什么呀？我需要的是你的移情别恋呀。嗯。